传来的故事有你名字，吹来的空气有你的呼吸，在你的衣生你的气，身不由己。欢迎大家老师。Hello。恭喜晒啊，你出。Hello 大家好。Hello。一次新歌啦。啊，今次同阿 Kim Sir 合作啦。系啊系啊。点解会有咁嘅元素出现咗？其实今次好得意喎，不如 Kim Sir 你讲咗先。哦，好啊。唔系，我哋要预告一下先。嗯。佳佳就第一只。個人的 original 的單曲啊，原創單曲啊，仲有好開心件事就係同 Kim 就合作嘅，係喎，將會喺12月10日上架啦，係咪？係啊，係噶，咁 MV 咧就係10日嘅夜晚上架嘅啦，到時候大家就可以睇到啦。係啊，咁我哋咧幾個月前咧就開始去將呢首歌變成而家呢個版本啦，係嘛？係啊。咁其實我哋都係有一日突然間。在我哋喺健民嗰、那個係啦，佢個粉絲會嘅活動上面就見到面啦，係啦，跟住我哋就講起有一首歌好啱你唱喎，啱得好，因為 Kim Sir 出咗當時出咗一條 YouTube 咧，就介紹佢自己呢、這個曲啊，佢幾年之前寫嘅係咪？疫情嘅時候咯，係啦，咁我見到 Kim Sir 就嗰曲幾好聽喎、啊，咁啊 Kim Sir 講咩咧？佢就話未俾人唱過，係啊，冇人唱過嘅。咁我即刻就話，不如俾我唱嘛。但我絕對覺得係緣分，因為你問我呢首歌，你聽到又覺得中意，我覺得呢首歌其實真係好啱你唱。係咩？係啊，咁所以呢個可遇不可求嘅叫做呢個係歌係有歌嘅緣分嘅。我寫咗咁多年歌，好多時咧唔知邊首歌去咗邊個歌手上邊，有時咧。都不是我控制的，但有時就是出到來的那個結局就是一個最好的安排的，我很相信今次又是一個這樣的緣分，我相信大家應該會很喜歡的。嗯，那這首歌叫什麼名字？這首歌就叫做再找一天忘記你，是的，填詞就是徐繼忠，作曲就是張佳添，主唱就是李佳，編曲就是黃兆明老師，沒錯了， Nick Wong。Kim Sir，我想問一問咧，其實你寫呢首歌嘅時候係諗啲乜嘢咧？喺一個咩樣嘅感情方向咧？寫歌嗰陣時啊，我其實我都係攞支吉他喺度彈一啲和弦啦。咁我自己覺得個 mood 好舒服啊，有自己慢慢有啲旋律滲咗出嚟嘅。咁我覺得係有啲少少幽怨，有啲哀怨。但又唔係嗰啲死人冧樓嗰啲嚟嘅。最終都係有啲積極嘅位置。係啦係啦，只係經歷咗一啲嘢啦，好想表達咗我到底經歷咗啲乜嘢，有啲咩心有啲咩心痛啊定咩？咁但係咧到最後我都要企翻起身咁嗰種，但係就係有一種淡淡嘅哀怨，去到首歌最尾咧嚇都要有少少咆哮咗兩聲嘅，我真係曾經跌過好痛嘅，不過而家要企翻起身啦，即係嗰個不過歌詞真係要讚一讚啦，阿繼忠佢好幫到首歌。係呢首歌嘅歌詞，其實我覺得好肉感又非常好。咁當時我第一次聽到咧，其實Kim Sir 咧就自己哼咗一兩句歌詞嘅，係普通話歌詞喎，佢自己哼嘅。係啦，咁當時係啦，你記唔記得？你個係啦，你個歌詞其實我覺得都好有 feel 嘅。咁當時咧，我就啱你嗰個歌詞一兩句歌詞現身出嚟，就寫咗一個歌詞啊。其實當晚咧，我就翻屋企自己寫咗一個第一首嘅歌詞。但係咧，由於呢首歌係希望所有人都可以有一個共鳴，所以我歌詞咧需要執。咁最終咧就揾到徐繼忠老師重新寫咗而家大家聽到嘅呢一個歌詞。咁我個人咧就非常中意，因為佢更加啱啱講咗，更加肉緊。咁仲有咧，呢首歌其實雖然聽落去可能係一段感情嘅經歷啊，可能係比較傷心嘅，但最後咧，佢都係想同大家表達一個信息，就係唔可以係過去冇行出嚟，一定要行出嚟。個 message 好緊要。係啊，個 message 好緊要，咁要重新拾回，你可以幫到更加多嘅喺感情世界曾經跌過嘅人都可以可以幫你。咁我覺得又唔單單只係感情世界。可能是整個人生都是的，無論你經歷了什麼都不要是過去喊到出來，所以都要找回自己。原來這首歌是一首勵志歌來的。是的，原來是一首勵志歌來的，所以要聽完整首歌你就知道了。咁咧其實嗰個製作過程你覺得點啊？你嚟到我錄音室錄音，我覺得好得意嘅喎，其實真係好有緣分，因為其實咧喺疫情期間，我有幫人哋唱過一首歌，
就喺呢個 studio 錄嘅。咁當時就唔識 Kim Sir， 咁、okay. 今次又過嚟啦。跟住你啊，原來 Kim Sir 個 studio 就喺度，咁又覺得好親切喎。因為之前有嚟過一次。咁佢個studio 咧係錄音嘅地方喺樓上嘅。咁當時我同佢其實係睇，因為我哋以前咧嗰啲 studio 都係有個窗口噶嘛，可以睇到你個表情，我知道你中意唔中意，我完全唔知嘅，所以自己唱。咁有啲緊張㗎啦，因為當時Kim Sir 幫我哋做編輯㗎嘛，所以一路係話我啲咩唔好嘅啫，所以係唱嘅時候其實係擔心就好失禮啦，唱得唔好。但係錄製嘅過程其實都唔好順利喎，好順利嚇，好似好快係嘛？都幾快、大概三個零鐘就差唔多搞掂啦。咁當然我知道你嘅準備功夫做得好好啦，咁所以就好順利啦，同埋佳佳。根本佢個唱功佢嘅功底已經係好好嘅，咁所以其實我只係幫佢攞翻呢首歌點樣去表達，點樣去演繹，攞翻一啲嘢，多咗我撳住佢，唔夠我叫佢做多啲，即係類似呢啲嘢啦。咁其實好重要嘅，其實因為出嚟成件事嘅效果就好唔同。咁其實我當時都覺得好得意啊，因為Tim Sir就話：呢個要用頭殼。呢個用好好，呢個要再出啲，呢個要再收啲，跟住我自己又覺得自己好似 robot 咁，就咁樣跳，自己調節。最終出嚟個效果，我自己係其實好中意。接到最尾編曲咗之後，成件事就好唔同，因為一開始聽到咧，淨係個吉他，係啦。咁而家成件事就好有起伏。係，因為我寫只歌嘅時候，我嘅想像都係同而家差唔多嘅出到嚟。咁當然我做 demo 嘅時候，我做唔到成個編曲咁複雜嘅時候，我就用一支吉他去表達咗個 melody 先啦。咁但係而家嗰件事咧，無論係曲詞、監啊、唱啊，我覺得我自己都好滿意啊。係啊，係啊，嗱咁啊，佳佳個發布會係15號，係啊。嗱當日咧，好可惜，因為我要錄影啊。所以我就去不到發布會，好日子嚟。咁但係預祝你有一個好順利、好成功的發布會，同埋呢首歌咧，希望多啲人中意啦。多謝大家。Thank you。不如我哋就即興嚟一次好唔好？好，玩一個一段仔。好啦。從今天開始。我会小心翼翼，把你的回忆好好收拾，找一个抽屉，全部统统锁进去，唯一的钥匙却不愿还给你。传来的故事有你名字，吹来的空气有你的呼吸，在你的衣生你的气，身不由己。可以放过你算我了不起，却放不下你，怪我不争气，不小心翻开回忆就倒满一地。